召唤火花，这又是什么？等一下，三十等候重生，所以我重生过一次了，是这个意思哦。难怪我那时候不见了。哎、欸，所以左上角这个亮亮的是我重生过第一次，是不是？哦，难怪我的天赋不见了啊！所以转身后比较好嘛。我气死了！我终于找到为什么不见的原因，天赋不见的原因了。我的手在烧，我是魔法师。哦。这个好像很猛欸，就是你了。啊！愤怒熊熊，冲啊！啊、你不会被烧死哦，烂东西！哎、欸，这个强吗？还是他打 boss 用的啊？你看熊熊愤怒了，啊啊啊！没了。什么武器呀、啊？不是啊，你要去找那些不会动的，你还是要接近到他旁边来啊！我烧你！哇哦！我觉得这个6000多块，好，我们来赚钱，赚6000块。我觉得刚刚宇宙剑比较好哎、欸，你看你要，愤怒熊熊，你是说双刚刚那个双刀吗？后期换掉是不是？来呀、啊！那怎么不能挡火？好像小丑，天哪！恶魔手、哦，
我是不是抽不到那笔钱？可以贷款吗？是不是抽不到了？想要个刀也这么难吗？凑不到钱了，我要把这个卖掉了。卖一卖有没有钱啊？你要这样送？真的真的，我想卖，我想卖，拜托让我卖掉。你要将别人送你的礼物卖掉吗？真的真的真的，是。哎，够了。怎么搞笑啊？什么狗？每次攻击是提升就是个对一次，好，新爆咯。吃个饭，吃个饭，好，新爆。威力。没钱吃饭。没钱吃饭，拜托让我卖掉，我只能卖这把了。吃个爱心，熊熊拿指挥棒，真好笑哎！哇，有一点感觉了。熊熊好快哟、哦！哇，攻速好快哦！我好嗨哦！但我妈，这把八神通过冲哦，刚解锁的。冲刺是不是勾到啊？我试试看啊。大家介绍。
想真的是有搞哎、欸！加攻速，要我没有钱，卖了，飞起来！来吧，这次没有神，没有武器了。不想要血量固定的，就会收回去了。不要过来！下不去，居然过了。居然又过了。Unbeautiful。这个。中毒啦！
这个也很好玩哎，这就是你在萤幕上面会画一条线。呵啊。我也希望有吸血啊，我记得是没有吸血啦。每次都会不小心点到萤幕外面去，所以萤幕会卡一下。看，又来了。谁打我，谁遭殃。再打。哦，牛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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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牛乖，牛牛乖，牛牛乖。没了吧。好，不用吃饭了，我们走，走走走。我还是没遇到哎、欸，你怎么已经都打到这边来了，还没遇到那个你说的卖枪的？屁啦！